Hello，好的，帅哥，咋的？你给我染头发呗。染呗。我在网上买了点那个染膏，然后花了40多块钱。然后我去理发店染的话得100多。你在家给那我就染把吧。我喝出来了呗。哎呀，你不我老公吗？不喝你喝谁呀？走，走走。走吧。我把头发解开。啊，好疼！我已经好久没有染过头发了，大家看一下，我这个头发已经长出来好多好多了。然后我那天去理发店问了一下，像我这么长的头发，在理发店染158起，258、358，然后等等等等，价钱是比较贵的。我就狠了狠心，在家里边，我说让王江南同学给我染吧，经济又实惠。然后，在网上买的这个染膏，是现在网红比较流行的颜色，但具体什么颜色我也忘了。大家期待我染出来的效果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开始。坐。我用把这衣服脱了吗？脱了吧。你就怕冷。你那么披着也行，就把脖子那块让出来就行。你先就这样吧。朋友们，记住这个样子的我，然后一会儿期待我变美的样子啊！好了，别多看了，太丑了。朋友们，记住我这个表情，真的，让王江南同学给我染头啊！好酸爽啊！我这个手还得拿着染头膏，后边还得让他给薅着。那你要染能不能染头发？那我还能，人家一脸言辞、一脸正义的说：“马上后背上色了，前面怎么的还没涂呢对呀，那你不得把这个时间给那你不得好，你不得在乎一下我头皮的感受吗？使劲使劲给我薅，他不用我了。你免费的，你还事儿还挺多。谁让我找了一个会染头的老公呢？对吧？”哎，我想咱们聊一下呗。你那个手套好像蹭我脸上了。事儿啊！一会儿我去送点那画画，那不得糊可脸都是？这不一下就告诉别人我染头了。我炫耀一下，我老公给我染的，咋的？谁老公会染头啊？我对染头发了，我都得染脸上一点。啊啊，好疼！你这是抹完了吗？手上麻了，等发根儿。等了发根儿，然后。帽戴上，天太凉了，上色慢。是这个东西吗？15分钟以后就可以抹这个发根儿了。哎，王江南有点杀头皮呀、啊，快去帮我喊你爸爸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。爸爸，到点了。对，你把那个皮筋给我套上。好，我能直接抹上吗？自己的脑子你跟谁商量？还得多久啊？还得十来分钟。天儿凉，要夏天。啊，好疼。只要夏天抹上几分钟就行。呛得我脑仁疼。我都洗洗，我非得等那么长时间。坐正道了。哎呀，这一天花钱真的是没有个好态度，气死了。喝点水不姐？去
倒一杯吧，白开水，要温温的。你去理发店就是，姐给你拿本书看吗？洗了吗？行，洗头。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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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要不要把这个布子给我拿下去？你先低下头，要不然等你身上了。嘚儿嘚儿嘚儿！甩！那我把这个给你摘了。行吧，洗完了吹干就行了啊。啊。我看咋样？是你要那个色吗？好看吗？行。还可以。我染的，你还说啥？哎呀妈呀！太棒了，老公，金刚。你也不看我这技术咋回事儿，是不是？行。下回染头还找你啊。也不给钱，你找我啥用呢？